起誓。 二， 左右野马分鬃。 三，白鹤亮翅。 四，左右搂膝傲步。 我们把这四个动作再来讲解一下。预备式的时候，身体自然直立，心静体松，呼吸自然，两脚并拢。第一动起势：一，左脚向左分开半步，两脚平行与肩同宽；二，两手前平举。 三，屈蹲，按掌，身体端正自然地坐下来，两手轻轻下按，好像落在前面的桌子上。第二动，左右野马分鬃。一，收脚抱手，重心右移，身体微微向右转。 两手合抱，左脚收回，脚尖点地。二，
转身出脚上步，微向左转，左脚向正东迈出一步。三，弓步分手，重心前移成弓步，两手左前右下分开，左手高于头平，手心斜向上。四，转腰撇脚。五，抱手收脚，在左脚的内侧轻轻点地。六，右脚上步。七，弓步分手，侧面的手按在胯旁，手心向下，白鹤亮翅。一，抱手根部收脚。二，坐腿分手。三，虚步亮掌，右脚稍向前移，脚前掌着地成右虚步，两手左上右下分开，左手与头同高，手心斜向内，右手与胯齐，手心向下。第四动，左右搂膝要步。一，转腰摆手，摆向正前方。二，向左转腰摆手，同时收回右脚，轻轻点地，左手摆的与头同高，在左肩外侧。三，上步出脚收手，左手收在头侧。四，弓步搂手推掌，左掌推出去以后与眉毛同高，推到正中间，右手按在大腿的外侧。五，转腰撇脚。六，摆手收脚，收到右脚的内侧，轻轻点地。七，出脚收手到肩上头旁。八，弓步搂手推掌。我们假设起势的时候是面向正南，现在这几个动作行进的方向是左转身朝向正东。下面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背向演示。一，起势。一，分脚开步。二，两手前平举。三，屈蹲按掌。左右野马分鬃。一，抱手收脚。二，转身上步。三，弓步分手。四，转腰撇脚。五，抱手收脚。六，右脚上步。七，弓步分手。白鹤亮翅。一，抱手根步。二，坐腿错手。三，虚步分掌。四，左右搂膝要步。一，向前摆手。二，转腰摆掌收脚。三，出脚收手。四，弓步推掌。五，转腰撇脚。六，摆掌收脚。七，收手出脚。八，弓步
搂手推掌。我再讲一下这几个动作的练习要领。打太极拳的时候，要注意身体保持自然疏松的状态，不要挺胸耸肩，也不要呢过分的弯腰驼背，要保持自然舒展端正的姿势。预备式和起式都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身形，当屈蹲下来以后，也要放松的端正的坐在自己的腿上。预备式和起式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对于一个太极拳的基本身形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你屈蹲的时候，由于有些人的腿的支撑力不足，就容易紧张挺胸憋气，或者是前俯后仰，就容易发生这些个错误。一定要保持一个疏松端正自然舒展的这样一个身形。当然开始练习的时候，屈蹲的高度要根据你的腿的力量因人而异，不要勉强。如果过于勉强，追求蹲得很低，容易造成紧张生硬的情况。第二，打太极拳要注意要有一个准确的步行。比如说我们这个动作当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步行，一个叫做弓步，前腿呢弯曲像弓背，后腿自然蹬直好像弓弦。那么弓到什么程度呢？屈弓到你的膝盖大体上和脚尖上下垂直相对，后脚斜向前方大约45度，后腿自然蹬直。虚步，前脚脚前掌轻轻的支撑，前脚直向前方，后脚也要斜向前方大约45度，体重大部分坐在后腿上，同样要保持一个疏松屈蹲坐在腿上的姿势，不要后俯后仰前俯。虚步的两个脚的宽度也要有一个小小的，不要踩在一条直线上，也有一个小小的横向距离，但是呢宽窄也要随姿势和体型而定。好，下边我们再说一说行进迈步的要领，在武术里面叫做步法。太极拳有一句形容叫做迈步像猫行，就是要求大家在前进后退的时候都要轻起轻落，轻起轻落。也有人形容说是迈步出脚如履冰，好像在冰面上行走一样，或者是迈步如临渊试探一下。总之都是要求你谨慎轻灵的小心的，而不要猛起猛落。右脚也是这样，轻提控制好重心，轻轻的向前迈出去，收脚的时候也是轻轻的提起来收回来，所以要保持这样一个轻灵稳定的步伐。好，下面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背向的连贯演练。
五，进步斑斓锤。六，如风次第。七，单边。八，手挥琵琶。我们再把这几个动作讲解一下。第五动，进步斑斓锤。一，转腰撇脚，两手画弧握拳，左手与肩同高，右手握拳在左肋的前边，拳两手手心都向下。二，上步扳拳。三，进步拦掌，右拳画弧收到腰间，拳心转向上，左手经过体侧画弧，侧掌拦于体前。五，弓步打拳，右手成立拳，拳眼向上，左手成侧立掌，扶在右前臂的内侧。第六动，如风似壁。一，穿手翻掌。二，坐腿收手，收到胸前以后，两手翻转向下。三，弓步推按，重心前移，两手经腹前向上向前推出去，成左弓步。第七动，单边。一，坐腿向右转身，摆手摆到右肩的右前方，右手心向外，左手心向内。二，勾手收脚，左脚收到右脚的内侧，轻轻点地。三，转身上步，还是转向正东。四，弓步推掌，成左弓步，方向正东。第八动，一，摆手跟步。二，坐腿错手。三，虚步合臂。现在的虚步是脚跟着地，脚尖翘起来，两手呈侧立掌举于体前。再从正面来看一下这个动作。一，左手向内向下画弧，右手平弧经过体侧前摆，同时后脚收拢跟步。二，重心后移，坐腿右手内旋向后带，左手内旋经过体侧向前摆。三，虚步两臂相合，右手的指尖与眉心同高，左手的手心与
右手的手心与左肘相对。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四个动作的背向分解示范。进步半蓝锤，一，转腰撇脚合手握拳，二，扳拳上步，三，进步拦掌，四，弓步打拳，如风似地，一，穿手翻掌，二，坐腿收手翻掌，三，弓步向前推按，单边，一，转腰摆手，二，勾手收脚，三，转身上步，四，弓步推掌，手挥琵琶，一，摆手跟步，二，坐腿带手，三，虚步合臂。我们在这四个动作当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手型，勾手。到现在我们太极拳里的三种主要手型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是掌，比较常用的五指自然伸直分开；第二种手型是拳，五指屈握在掌心，拇指呢压在食指中指的第二指节上；第三种手型是单边中出现的，五指第一指节捏拢，五指自然伸直，同时呢屈腕使勾尖向下。这是太极拳练习的三种主要的手型。打太极拳还要十分注意手法的准确。所谓手法，就是上肢在运转当中所表现的一些积极含义或者是运转的方法。比如我们这个动作扳蓝锤，右拳是扳压，继续向前是左掌是拦截，然后再去冲打是进攻。前两个动作显然是防守，好像长拳的格挡，或者是拳击当中的也有一个向左向右的格挡，只不过太极拳的术语向内叫做拦，向外叫做扳，叫扳叫拦，如风似壁，把对方随着对方的进攻把它吸引进来，分化瓦解掉以后再去推按，先引后推，这样一个进攻在太极拳的术语里的叫做向前按。本来一般的常规意义上只有向下的动作叫做按，但是呢太极拳因为有一个引进然后翻掌向下一压的再前推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叫做推按。这个动作单边用勾手把它给叼住，然后左手单掌去推击对方，所以叼勾手单掌出击我们叫做单边。手挥琵琶是一个合手的动作，实际上是带手把它给领进来，两个手去撅臂，好像那种反关节擒拿的动作，一个手拖着他对方的肘关节向右，那个手领住他的手腕向左，两手夹击。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打太极拳的转身动作，要注意重心的左右的移动，同时脚的捻转。比如我们的这个单边动作，重心先向右移，腰向右转，同时呢右脚脚向外展，右脚尖向外展，左脚尖向里扣。所以转身要重心移动，腰部旋转，两个脚呢要微微的捻转，然后再收脚成单边，转身再摆回来。转身动作注意虚实重心的转换，两个脚的捻扣的调整，还要注意保持身形的端正。关键是在移动重心的时候，两个腿要保持屈腿落胯，切莫后腿不屈坐不屈蹲，形成身体歪扭，应该是保持屈腿落胯，身体呢保持一个舒展端正的姿态。如果大家注意的话，我们在这个搬栏锤的进步过程当中，在这里头我们没有采取收脚点地的做法。在第一组的四个动作，大家常常是收脚点地然后再上步，现在我们的搬栏锤是直接提脚上步，采取了两种点地和不点地交替使用的办法。收脚点地是为了给初学者更好的控制重心，保持放松的一种辅助支撑，有利于初学者掌握要领。不点地连续上步，可以使动作的连贯性和劲力的完整性更好的得到体现。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在有的时候是采取了收脚点地的做法，有的地方呢我们采取了提脚不点地连贯的上一步再进一步这样的手法。当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也可以能够做到所有的动作收脚都不点地，这样也对你提的就更高的要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更好，但是有一条，一定要保证身形放松端正的前提下去做到。好，下面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四个动作的背向连贯演练。